我像这样一个有点相反的，就是一个加拿大还有台湾都常见的，但是不是台湾或加拿大的食物，但是完全不一样，是披萨。就台湾的披萨都长得差不多这样子吧？好吃啊。嗯，你觉得？很好吃啊。我要开始讲这些差别，就是第一个是那个面包的部分，第一个是很饱。那反正加拿大我们也有饱的，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就是太干，它就是很干。所以你们薄的很湿吗？就是很就像就番茄酱软软的，我们就像脆饼一样啊。对，这不算干，这算脆啊。OK， 我们是脆啊，就是要脆、啊。没有外面，就是如果是脆要脆，那如果是厚的要外面脆，里面软。但是台湾也不是那么薄，就在一个中间。好好好，对，这在中间。我说这是什么意思？然后它也很干。对，台湾的披萨吃起来有点像瑜伽垫。啊，瑜伽垫，你知道瑜伽垫什么？有一种，真的，真的，你有那个口感啊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有踩过瑜伽垫，尤其是美国或加拿大的东边那边，他们吃 pizza， 他们都是这样子吃的，他们是折起来的，对。但台湾的 pizza 没办法折，对对对，对，我们就会断掉，对，不会裂开，对裂开。所以就我们的披萨比较干，因为要配可乐啊。然后本来就是面包的部分本来怎么干，但是还有不会加那么多姜，也不会加那么多起司，所以它就是超级干。你看这个超级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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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级干。真的，不要那么生气，气死我！真的，因为加拿大、美国平时都这样，气死怎么过？然后有我们也会有这种，我们也会这样啊，很气哦，哪没有？真的，然后他哪没有？它下面的料也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就是台湾的便利商店，他们买的是海鲜披萨。我跟你说，加拿大是看不到海鲜披萨，这个很奇怪。为什么海鲜披萨超好吃？我最喜欢吃海鲜披萨。海鲜披萨有什么？虾仁呢？这个我不会说不是难吃，因为其实加拿大、美国也是买各种不一样的口味，就像什么泡菜也有，或者就是各种可能没想到的东西。但是我们不会把它算是一个就是经典的一个就是。哪里都有，但台湾哪里都有，就有点奇怪。然后最奇怪的是玉米，为什么要上面加玉米？玉米我不能加，玉米我们不会有这个东西啊。台湾人有一个概念是，就是传染到披萨的身上叫面包。他把台湾可以做什么面包，就可以做什么披萨。对对对，对啊，他们真的是不对的。没错，没错，披萨有披萨的传统，他从意大利传下来的，到了我们美国大国，有巧克力。夸奖一下，在台湾你们的披萨上面，你们又会放凤梨。对，在意大利是。还有美乃滋，对，美乃滋不行。意大利人他们真的会很生气，看到。披萨上面有凤梨，哦，那都算还好。台湾的披萨不是美国人发明的吗？什么要是？但美国的披萨没有翻柜一次可以，不能翻柜两次。但我觉得台湾披萨最大的问题，我个人觉得是因为你在其他国家，你可以选择你上面想要搭配哪一些料。对对对。台湾就是他们就是不给你选择，你就是要按照他们的做法。有啊，我们可以选择啊。你看你要加猪血糕啊，花生粉香。这个不是你选的，是他们提前准备，然后你可以点。他们做的，他们套的那些东西，你可以跟他说我不要加花生粉。比方说，我最爱吃的披萨是美式腊肠加蘑菇加黑橄榄。嗯，我在台湾怎么可能？而且你自己 DIY 自己加，你以前在披萨店上班，我以前在披萨店上班。我们客人可以跟你说啊，不要帮我放黑橄榄，没办法，没有这个不会，可以，你如果不放橄榄可以，不能放，可是你不能跟他们说我想要这一二三这个，他是可以选。像台湾的饮料店，我要珍珠菇包那些的，你们是说像 Subway 这样可以？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网络上就是你可以就是 build your own pizza， 就是你自己。那你们脑筋换一下嘛，你就点一个口味，那里面有你要的东西啊，啊就把不要的跟他说。我要的那一个，等你删掉，他是算你钱呢、啊。对啊，这样也算。对啊，我们就是从那个面包，我要厚的还是薄的，或者是里面有起司什么的，然后再加我要什么样的酱，也不一定是要那个番茄酱，有各种不一样的。哦、然后起司我要多少，然后加上我要什么样的肉，什么样的菜，什么样，我们都可以。你说起司要多少，你们也可以自己 order 就对。对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两分。美国如果加起司，下面的番茄酱不会变少。在台湾，你加 cheese， 下面的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们是为了你
们的健康了。对啦，怕热量太高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披萨不是健康的食物，披萨是应该很优很全。对不起，我们没有开披萨，不要生气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如果真的我们之前出了这个，我们皮蛋猪血糕口味香菜的。你们可以接受吗？我可以接受，很好吃啊！我喜欢。哦，讲成这样，这个可以接受。我可以。哦，加个凤梨就气成这样，这个可以接受来了。怎么了？没有没有。你们知道最近他出了一个更狂的口味吗？是不是那个很长？佛跳墙的口味，台菜经典台菜，对，而且它是跟米其林餐厅合作的哦。佛跳墙上面有鲍鱼啊、栗子啊、香菇，咬死！各位全场吓傻了，傻眼傻眼。记得按赞，金鲤鱼按赞开铃铛，金鲤鱼订阅，记得按赞订阅开铃铛。